咱台湾吼、喔，外观是用一个番薯嘛吼、喔，地瓜。啊，他们中国人来台湾的吼、喔，笑我们台湾像一个地瓜嘛吼、喔。啊，我们就改回嘛说，啊你就是蚵仔啦，我老蚵仔嘛，这以前我小时候的事情嘛、喔。好，来我继续。国家民主之认同，错误认同哦、喔。我们不是中国人，我们真的不是中国人。我再讲一遍，我们再怎么算也跟中国没有关系。我讲三遍，咱不是中国人。我中国人有很多福利的嘛，咱无什么福利哦。就是讲，如果我们是中国人的话，我们没有房子，我们可以要求中华民国。要跟老外赶快嘛哈，花姐眷村还来呢。他们的眷村有没有买？哎、欸，老税金嘛。对呀、啊。啊，他们是没有工作，他们就可以当职业军人。阿姨啊，讲我做职业军人，有读过册，用转职到文职，我去苦工作，对吧？啊，甚至他的子女还是他。他用别的管道，然后去做公人员，先去做雇员，雇员以后，然后再去考了内部的正等考试，就变成正式的。你们知道吗？欸、知道嘛哈？啊，他们没有房子，没有工作。欸、中华民国真的有在照顾他们。欸、水电瓦斯搬家，因囡仔读册哈。哎、欸、对，有这美女会讲，家己做起嘛哈，台湾人无呢，所以他们内心深处。嘴上是说你是啊，我们都是中国人，但是内心深处以所作所为，都不是把你当作是中国人。按台湾人摸公公，不要再傻了。哦，我们不真的不是中，我们不是中国人。哦，以陈云来冷清空背你来台湾嘛哈、哦，中华民国。哦，有的台独分子啊是讲咱一寡民主先烈遐嘛哈、哦，抗议陈云来台嘛。跟马英九漫台啦，啊，是结果马英九有下令说，警察看到咱伫沿途啦，拿这类车轮牌国旗就该收开。哎、欸，他们不是中华民国吗？他应该要求他们警察维护他们主权，还有主权象征嘛？啊，他怎么可以把国旗升起来？甚至有一个影像是警察改嘞。国旗改阿登，有无？你没有看到吗？有。所以他们就不打中华民国当做一个幌子而已了。我们台湾不要把这个幌子还当做自己的新珠，不爱摸也不爱绑。其实我们应该早就要放弃中华民国这四个字了。我那块，他在做什么事情？这个警察刚好就是要。说起来不叫阿登阿强离开，阿在那抗议，反正抗议啊，在台北哦、喔，那个台北城哦、喔，中国城，有的计程车是弄这个呢。嚯、喔，现在以前老旧时代哦，蒋介石的時候，这是两个枪杀呢。哎、欸，会枪决呢。像现在台上去大陆，哎、欸，那个是资匪呢。哦、喔，那讲较侪老一辈拢知，那是资匪。这是奥运会嘛哈，我前天摆国旗，下节这个运动团体，国际的运动团体把它扯下来，哇！提醒大家了哈，一直要提醒大家，哦，啊，结果有的被扯下来以后，结果有的台湾人还戆戆，正秘书长讲的涂海平。还赶快拿国旗，然后来示威。啊、如果得到冠军，是那个圈圈那个什么旗，我也不认同啊。我经过那个洞，变成圈圈的哇。那个梅花旗还是什么奥运旗？然后呢，然后就虽然说不能升上去，然后就背着那个国旗在挂靠那傻傻子的哇。啊，这个在外面，他也是台湾的人民，也是在搞这个事情，那他搞不清楚了。
哦，王志军来哇！如果是主权独立国家跟我们对谈，那我们要申什么？有个主权表征啊，国旗好像那谈判，那个国际谈判什么，我们应该也有，我们国旗跟对方谈，谈判国的国旗都要互相都在挂在这边，然后照个相。真是说有大学，我那就是跟，中国的学生来台湾，我也有中国教授也会来台湾会讲课，可是他们都不愿意看到我们的国旗在他们的。一同出现，他们人民跟他的政府官员，尤其政府官员，他们忌讳。他们政府官员一出现场，如果这弄个那里卡连啊，买中华民国卡连板不是那里的，是因为卡连板，他们认为说，这样就是变成会两个中国，变成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中华民国。我也看到有咱的国旗，有那个卡连板，因就会离开。所以他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员、人民头脑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清楚。国家认同错误的始作俑就是，对啦，对啦，这类人啊。爱头前啊，冠上中华民国的，哎呀，一党章，盖一前途决议文弄下，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名为中华民国，是吗？不是吗？因为在国际上，中华民国不是国家，台湾也不是，这是美国国务院他们的副国情讲的。甚至说，台独代表战争。我等一下我会讲。那我哪想讲以前，其实以前我很在较少年时阵哦，看出那个悲情城市嘛哈，才觉醒说，原来真的有228。我们不是中国人吗？怎么中国人在杀我们自己人？有228事件，那在我们教科书不提。爱情讲，囡仔人有耳无嘴，对吧？妈我袂讲的，妈甲囡仔讲一二八。我小时候就是这样，我的父子辈都是这样讲，会讲啊，讲这个都会害怕，给人有这个别人厝边隔壁听到，讲来讲二二八，228。哦，搞不好地缸都不会啊！这就是我们错误认同说，一直给人灌输一些东西，然后要一些言论我不敢讲，久而久之，我们就认同错误了。啊，这个就是蔡英文那年选总统会落选的最主要原因了。他踩到那个美国的红线，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他说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是台湾，中华民国也不是外来政权，是台湾政府。中华民国本来就是外来政权啊。中华民国战争的时候，这块土地是日本的，是日本国。那时候我们的爸爸阿杰纳攻击日本人。中华民国建国时阵，这片土地早就是日本人的呀，比成立更早。说中华民国不是台湾，莫讲骗去呀！啊，如果说台湾跟台湾政府是中华民国政府的话，这个政权有相等的话，那也要需要国际上认定，对吧？不是咱嘴讲嘛？啊，我是中国人。我是台湾人，也有在国际上说我是中国人，是台湾人，那对外国人觉得很奇怪。比如说，恁阿公是英国过来，美国人，我现在是美国人，但是我是美国来的
嘛英国来的美国人，讲很老实啊，想无，人讲你是讲啥？啊，你美国人，美国人，英国人，英国人啊！啊，你讲恁爸爸、恁阿公是移民过来的，那他还是没有认同这个地方，所以才会一直念念不忘，说他是本来是什么人，对吧？他就看出心态是什么，就好像说，啊，我认同台湾，我是台湾人，因为我姓第一代、第三代来讲啊。但是以我们的法理观念来讲，我认同台湾，我是台湾人，那我可以用别的方式讲，我认同美国，所以我是美国人。不对嘛，是不对哦。而且为什么台湾说他们外省籍，他们中国人第二代、第三代说啊，我认同台湾，我在台湾出生，我认同他，所以我是台湾人。其实不对的，错误。因为国籍认定有一定的程序呀、啊，最主要的原则就是你要合法，你要自愿，也要意愿，这三个条件下改变国籍才算数。昨天我讲说，那改变国籍还是国籍这个东西是非常神圣，不可以说就算这么大的国家，然后把希特勒把他名字改掉啊，你不是我德国人，因为你杀了那么多人，我不承认你是德国人。我昨天有这么讲嘛，不可以。国家民主认同，你认同个，你同你个人认同了，你民主认同了，你才会讲得清楚了。像民进党他这样讲说，哦，他这样讲，这样就是别就是要跟中华民国合作会嘛，对吧？台湾没跟中华民国合作会，但是国际上的认可的话，他们认为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拥有台湾，为什么？因为中华民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相等的。台湾等于中等 ROC 的话，就等于 PROC， 一国家继承嘛。就好像是我刚昨天有讲，那是前朝余孽，他占领金门马祖，但是金门呢，在一些国外的人法理人士来讲，他认为金门马祖就是中国固有领土，说他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啊，因为是前一朝中华民国的前身，然后有占领这个地方，还没有解决而已。啊，如果说台湾是跟他一样的话，是等于台湾等于中华民国，那等我们就等着让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统一台湾。美国当然不肯。好，啊，因为我们讲回来，如果台湾是中华民国，那我们台湾独立纪念日是哪一天？啊，二八。没有啦，没有啦，我们从来没有独立嘛，我们还没独立嘛，也不能独立啦。记得我们还不能独立，为什么？独立一国家形成要有三四个要件嘛，土地、人民、政府跟外交权嘛，哈。我们没有独立纪念日。啊，如果说二二八什么，那是民进党他们自己讲的。好，那我们独立嘛，独立就有一个要件，他要无地主。或者是说从一个国家分离出来，要有那个国家法律有一个分离条款，然后符合那个国家的分离条款，然后才能独国际才会承认。台湾是无地主吗？台湾是有地主，哇，台湾是有地主，不是无地主。啊，我们要从那个地主是谁？我们的母国是谁？哎啦，那个是的。我都答应百分，咱的主人是日本天皇啊。咱来讲要独立咩啊？看咯，嘛是甲日本讲，唔是日本天皇讲，唔是甲中华民国人讲。中华民国已经改下日本天皇啊。那就过河华丽啊！啊，甲你讲要假租啊啥？你来问我吼，无可能嘛？应该去问阮兜。我今日讲我袂阮兜，我厝袂阮对面的啊，诶厝边。啊，另外讲要来租我厝的时，不是来租我，是来一定要去找伊租嘛。咱就讲这个中国跟日本的关系，咱就分不清楚啊哈。啊，这就要讲母国是哪一国，我们要分清楚。你再问台湾人，伊拢会分不清楚。所以说，为什么是
模糊政策嘛，对吧？美国为了他们的利益啦，讲也是利益而已啦，讲最后啦，我安尼直接讲好啊。啊，我昨天有讲说，天网它已经没有了国事能力，啊，但是日本政府已经放弃台湾，管辖权，所以嘛，无法度管台湾，啊，台湾就是悬在半空中，不知道去哪里。后来就是因为变成说，是只剩美国的主要占领全国，把握住，啊，所以说。 台湾的前途要决定就是美国跟日本去讲，那是他们自己要去讲，啊，但是问题是，因为日本政府已经放弃管辖权，在旧金山合约有写，啊，旧金山合约有48个国家有签，啊，如果说要改旧金山合约的话，那合约还要再经过48个国家的同意。 啊，不是说元首还是总统同意，还要经过48国家的国会，你知道吗？因为民主国家都这样嘛，哦，现在很少说有帝制的，啊，那样的话搞到最后就根本不可能再修改那个旧金山合约，所以变成台湾以后就是最有希望就是联邦邦联制跟日本共同效忠天王，然后我们变成兄弟之邦，是这样。 啊，当然，前提是美国要放开这块土地的占有占领权，我们的战争债要还了。本来是讲琉球是赔3亿2000万嘛，美金。好，啊，中国人就话讲话啦，明明的撤退，就是啊，他说他转进嘛，他们有时候是用文字游戏，哦，而且因为我们就是。 就是说转进神速，就是撤退，卡地波啊，波会酸的时速度足紧的啦，安尼尔，咱大陆人讲咧，啊，足够酸的，啊，袂晓拍，哇，他们转进很快，哇，还有说每次啊是好康的，就是好康，就是中华民国派抗的台湾，哎、欸，台湾退出联合国，啊，台湾没有加入联合国，怎么退出？去派抗的嘛，中华民国哦。 少棒队打赢了，世界冠军，我是世界冠军，一定是中华民国。而且以前是安尼哦，有一年是三冠王嘛哈，少棒青棒少棒金少棒拢得冠军嘛，在后黑熊半夜起来看电视看人家拍棒球嘛哈，哇很高兴啊！你看那个报纸头条，你写中华民国少棒队怎样怎样怎样，他不会写台湾少棒队怎样怎样怎样，后康就是赢了啊，派康就是烂了。 啊，那慢慢的，只是在植入我们脑海，那变成毒素，潜意识里面，我们就是认同他们，会认同他们。好，我们认，我们要改毒素嘛，啊，现在准备改毒素，一般的光那外省的哇，外省籍。啊，我们外省籍是，我们正确讲应该讲，他应该是改以后改哈，改正我们的思考，我们思维哈，应该外省籍要改什么？ 哎，对对对，那立场光就是要一定以国籍观念来讲，他们是中国人呐、啊。他们代为美军第二命令来占领台湾的时候，他们是美国人请中国人来占领台湾，不是华县哎。你也讲华县，那是讲我们是同一个国，你是不同的省级，哪一省哪一省，中国很多省，36省嘛哈，变成说我们讲这个讲法，就是变成讲那是盖港国的。 啊，其实也是外国人。啊，咱讲讲，那咱像讲，那个电视讲什么？为明星讲，哦，我去内地去唱歌，怎么样？这样去演戏？哎，内地是哪里？他们的内地认同就是认同中国。啊，但是如果头脑清楚，我在讲我们的内地的时候，我们是讲日本内地，讲我就不一样了哈。 啊，专线哇，如果你袂晓啊，专线有网络话袂有啊，卖药的嘛吼。啊，专线迄是以前的讲，甲外省的意思嘛。啊，咱更加即来讲，专讲嘛吼，也是讲专台湾嘛，全台嘛，对吧？我讲大陆，我去大陆佚佗。
哦，我去大陆做生意，我去做台商，啊，大陆是偌济大陆？你也甲读个清楚，嗯，啊，毛美洲大陆、南美洲、北美洲大陆、南美洲大陆，有非洲大陆，有欧洲大陆、亚洲大陆，对吧？还有还有那个 F 卡，哎 ，F 卡啥 ？F 非洲大陆，嘿，非洲大陆，还有澳洲大陆，很多大陆啦。啊，我们习惯说看到大陆，我们自然他个的转弯工，哎，一定是中国大陆，是吗？在国外的人士来讲，这个大陆可能是六选一的答案。啊，我们就改啊，啊改中国就好啊。我那买讲啊，中国，我们啊就好啊，买讲大陆，我们去大陆玩，我们去中国玩。啊，省道。省道如果省了跟全省一样嘛，外省什么都是省。其实省道就是纵贯线嘛，对吧？就是台一线啊，省道是不省了，省不到了。哎，哦，偷渡客。偷渡客是不是犯罪？昆明哦，是罪犯。是哦，如果说一个国以国家来讲的话，我那个签证不使啊，你签嘛，你来别来问国家观光旅游做生意，那你就是要我有一个签证，然后我就看，哎，你这个是罪犯，还是说有什么意图，还是说哎以前有来，然后也有离开，素行良好，好，我就给你签证，然后你来我国家，你总不能说来一个哦杀手啦，就点点哎你来一个杀手啦，怎样啦，还是要。要怎么样来就犯罪了，对吧？我当然是不要给他嘛，不要给他入境嘛，我的 visa 就不会给他嘛，哈。啊，如果说我要进来，然后又人家又请不进来，意图不良，不给他，他要进来，他就用偷渡的方式，其实他是犯罪行为。可是你看哦，中华民国台湾管理当局哦，他们的母国，他们的国家中国哇，那些偷渡犯过来的时候，他们都。报纸龙虾偷渡客，他们有两套标准啊。他们是客，对，要做偷渡犯。你要讲偷渡客，那就人客呢，是不是？那一个贼人来你兜，看到偷渡客，看到那个小偷客，都哎，人客你，阮兜冰箱就开来吃，看卖内底西瓜袂歹食。你安尼甲伊讲无？不会嘛？啊，可是那个是。偷渡过来的，你还叫他偷渡客，觉得对他很好呢？哎，但不过报纸新闻是安尼写啊，啊，其实是偷渡犯啊，是罪犯啊，在潜移默化之中，我们再提出来，让大家加深印象。啊，今年是民国几年？系啦，我们石英派嘛，吼，咱2015嘛，吼，嘛甲1904年啊。欸，中华民国了，他那个民啊，那个民是那个，那个什么民啊？你知道这个民嘛？哈，哪个秋公爷这个民啊？民旦的民，他已经不在了啦，真的啦。因为你想想看，我解释一下，中华民国在国外的驻有没有大使馆？有，都是有啦，还是几家啦，有大使馆，那个都很小的非洲国家进行外交的。英国、法国、美国、日本那些大国家有没有？通通没有。如果没有跟他建立外交关系，假设他不承认你，所以说他们，但是我们要不要跟日本做生意？要不要跟美国做生意？要啊。所以有什么日本什么交流学会的，还是什么经济办事处了，什么一大堆啊，他就是没办法用中华民国四个字。他国外都是这样的，所以人民的错乱。那边去大使馆无，啊边去。重要，当然我们做生意都会是重要国家嘛，经济比较强的经济体过去嘛，可是都没办法用中华民国啊，这是铁一般的事实啊。那时候怎么办？啊，有办事处啦，什么交流学院，还是经济办事处啊，什么无为，想都想不到的。那回到台湾，我们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在台湾，在世界上怎样，听听就好了哈。所以那盖西元，台湾总统陈水扁，
讲到这吼，台湾有总统吗？我好像有问过嘛哈，没有。他是中华民国的总统，是流亡的。陈世扁有做一些台湾人对他也是对他也有一些的感念呐、啊、哈，做得蛮好的。可是有一些事情他就啊，希望不提这个了，不要提好了。他哎、欸、被刚被关出来，哎、欸、不要提这个好算了。嗯、台湾有退出联合国吗？没有了，也所有的哦，可能再想一想。啊，你都不搞，你是想要他退出，对吧？没有加入嘛，哈、哦，是真的，我们没有加入联合国。哎、欸，啊，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哈、哦，有没有退出联合国？有吗？有，对，有人说没有，有人说有。好，我们探讨一下好了。其实。在把驱逐中华民国就是退出联合国，他们的那个联合国文献里面是写说驱逐蒋介石集团，你啥意思啊？哎，对对对，他们是驱逐蒋介石这个集团，不是驱逐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其实还在，只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替代了。其实是中华民国，其实还是在。联合国席次，啊，因那因做安理那安全理事会哦，伊嘛是遐枪呐，所以国外的人看到枪都是说他们是中国，啊，那是Republic of China自称呐，中华民国Republic of China哈，让看了枪呐，我哩就中国啊，啊，我用 People 什么 Republic of People 什么什么枪呐，我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话。他们也不写那么长，他就写枪了，一直弄毛起来，知道吗？啊，你摸一点，抱着枪了不放，那以后就会被他们有可能就是被那继承了、延续了，就好像他们政权在转替的时候，哈，中华民国的政权转换的时候，他们害怕说他们的中国银行的钱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延续了，他们就把中国银行变成中国商业银行。你们知道吗？有的不知道，就好像现在最前阵子的双向源我哈，他是中国的大使馆嘛，啊，他们怕中华人民共和国把他警惕了，他又卖给那个高华德议员，美国的高华德，他是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的一个组织的头头，用一块钱卖给他，啊，这延续过完以后，然后才又买回来，啊，现在相信还是我们。不是我们的，是中华民国在那个台湾管理当局在充当他们的使馆用。啊，这个呢？1979年美国与台湾断交，是真的有吗？没有，是跟中华民国，不是跟台湾。中医，哦，中医嘛，哦，其实我们都讲中医啊，中医尽受中医嘛，哦，啊，咱那西医嘛，哈，啊，其实，在日本。还是在韩国，他们都是说汉医，都讲汉医。啊，中国人来的时候就哦，讲中医，中医，叫我们要讲中医，中国的医术。啊，其实日本啊，他们也有汉医啊，韩国也是有汉医。哎，这里讲雷公怕歹人哇。哦，即阵是雷公点心安怎吼，对人安怎啊？但落雨，但雷公来经济比吼，怕歹人。可是这个吼，这其实都错误的。咱咧做田人哦，落天啊去报田啦，哦收草啦，对哇？
啊，所以我向雷公信啊，热天西北雨拍落来，拢拍到咱的农民啊。中华民国人敢唔甲咱做做产生产铁皮寒食？没有啦。所以雷公是怕咱好人，拢怕台湾人啦，知无？啊！伊若落雨，伊嘛家己伫眷村内底，他妈包水饺、打麻将，按台湾人哭哭啊，戆戆啊！哎，你讲信啊？咱嘛讲要写嘛，有无？啊！伊咱做田的，做田你话布置啊，拢空白嘛，啊多你一人一只无？哎，放电无？哎，放电那个碧莲真园里无？你讲信人拢怕人台湾人啊？台湾人很可怜哦！不要把无知当成幸福了。嗯，啊，就吃得真好啊！啊，就家己无他妈抗议啦，吃得真红火，真民主啦。我去，以前我们的想法嘛，啊，大家来这边上课，这今明这几堂课，哎，你们好像知道一些事情了，对吧？原来那个是假幸福啊，是无知造成的幸福的表面。就中华民国台湾国安当局，他们真的是在照顾我刚讲，照顾他们的人民嘛。啊，咱台湾人是无贪无贪食，对吧？咱无贪无贪嘛。啊，其实佫歹过，啊，佫真个少年啊，一个月加2.2K，两万二尔呢。啊，佮娶某生囝，佮立一个厝。对啊，啊免啦，免啦，生囝，家己都嘛歹生。他们可能连结婚都不会结婚呢。像台下年轻的那些较少年的学员同学们，明正要起来了，哦，你们好日子要到了，哦，啊，抱着希望啊，哦。啊，有人讲啊，我都无动无派，我都歹插定子，其实也是不对的。那是假清高，我讲给您听，政治就是管理众人的事，对吧？像一般的，像讲你也带一个套钱，一个12号，家己讲个大门派以上，家己开会一个月开会嘛，吼，管理委员会10个人、12个人，那就是直接民主，家己决定啥物代志。啊，一个国家大吼，你要决定这代志时，你就是要叫代议士政治，选立法委员、民意代表来代表你。哦，算出来决定啊，迄、那个其中一个就变成首相，啊、你咪用算迄个市长，啊、你咪算市员，迄、那个市长算出来要就替你做很多事情。啊，如果说你在这个环境下都无知，然后你说啊，我都不了解这个政治，好、哦、啊，你不知道众人不关心众人的事，不关心政治的话，那你永远就没办法表达你意志，那你永远就是啊你。啊，相对过来哈，因为眷村的老啊，明仔哈，明仔要选举啊，吼，因为老啊哈，佮足早就去困啊嘞，明仔啊袂八点就起来吼，洗嘴洗面洗个，就等着8点要去学校啊，还是投票所还不去投票啊，啊，投票率很高呢。你说啊，老啊，你们不要去管政治了，不要去投票了，投票率太高怎样？他们不会，他们都准时，而且吼，就算。跟个嘛要跟去投票，啊，甚至有诶吼投票，老我去投唔到人伊吼，应该追究讲这票所怎么有一个是民进党的吼，都该查一下，也是真的哦。他们对政治非常热衷，因为他们利益要挂掉，啊，大乱公公，你知啊？要知道政治不一定说我们真的要介入怎么样啦，但是至少说你了解你清楚。啊，别就不会被那政治人物耍去了。哦，对了，这就是讲盖高尚了，就他讲的啊，政治是公共事务啊。其实你有能力了，你可以哦，等于地方选里长嘛，对吧？哇、哦，你有能力就做的。啊，我们是以后可能里长可能是会那个废掉了，以后我们就以郡为单位，郡的议员。郡有郡的郡的内阁。我们现在来这边上课哦，你们知道吗？你们是接收人员嘛，哈，就改朝换代，哦，啊，你中华民国来台湾时，给咱灌改朝换代，
派一个一千人嘛，哈，就是工人员、接收人员。啊，加美国开出的条件四千人，四倍的人口，以前是600万，那、啊、现在是2300万，接近2400，四倍。要美国要求四倍的人，四千人来当接收哦，就接收起建户啦，啊、哦，接收议会啦。哦、啊，接受一些政府组织嘛，他需要人。啊，无是咩咧，向叫中华民国走，美国也请因走的时阵，啊，咱咩啊，本土他人自行决定自己的政权，就需要这些人。哦，啊，所以说这些人就是要关心政治的人啊，了解，就是你们刚好你们很有幸来这里。好、哦，啊，对中国来也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了。寒流，咱寒天是东北季风哦，西伯利亚东北要落来哦，很冷。哇，对了，有个沙尘暴了。哦，他们当初在那个四个大跃进呐、啊、下乡啊、比棍嘛，哦啊怎样这样做很多的傻事情。哦，那是中国他们做的了，造成他们很多地方都慢慢在沙漠化，风啊靠开。尘土就起来，啊，整个一直吹下来，连台湾就也是有阴霾。北京的阴霾很有名嘛，因空污啦、空气污染什么都很严重。哦，还有也是吹下来，哎，像说吹下了巴士海峡，还是台湾峡，改革弄丢，不是好东西。郑成功，他成功，我们失败了。如果他失败以后，我们就会成功。为什么？荷兰，你知道吗？荷兰它是很先进的国家，当初是荷兰管台湾，当然是管台湾的南半部，不是北半部哦，哈。哎，北半部那猫空那个是西班牙、葡萄牙他们占的，所以他来的就是反清复明呐、啊，有点像中华民国来要他们要反攻大陆，意思赶快，他也不是好东西。我昨天我讲，郑国有把那个大假设。是那个宽赦，我通通杀光，他把他通通杀光。应该讲，他们就政府，而且是整个都杀光。啊，日本人来征服，但是他还是留住他们的人。啊，这个郑氏王朝，他后来有成立一个东林国，那个外国的荷兰那些都有留下来，他们都有承认东林国，就是厦门跟。澎湖、台湾那个东林国，东林王朝，东是东，哎、欸，东林是东边的东林是森林的东林，汉林的林呀、啊，啊，安林的东林王朝，哎、欸，那个有，后来他就是因囝把他那个还开了啊，该归顺了，哇，大金字塔，但现在都是重税了，然后请一些。想要移民的，不要多偷谈了啊！招来台湾，还该看台人碰运气啊！啊，盖熊，咱最近的中华民国在台湾害我们，他们是中国。都有人讲吼，哎，就该就要买来哦，台湾别安呢。甚至有个言论说，当初如果是台湾的接受一颗原子弹也好，为什么？啊，是一个人啊，盖美国来占占的嘛。袂像台湾足可怜，安尼要死，袂断开安尼，一直还奴隶哇，一直吸我们台湾纳税钱的钱呢、啊，然后把毒人都杀光，那个是慢性的虐待。就有个说法说哈，他宁愿接受一个炸弹的那个原子弹的炸弹，然后也不愿意接受嘛那一颗石头，就是蒋介石。啊，有人讲，就中华民国害台湾啊！我就该招啊！来，哦，这个就比较严肃一点。这是美国人讲的，国务卿鲍威尔，就是国务卿上，因为行政层面最高的国务卿鲍威尔，就是那个黑人将军，有没有？就伊拉克打仗的时候，那个他的指挥官嘛。
伊讲台湾甲中华民国拢毋是国家，他代表官方 的身份讲这句话，所以说也代表美国 的立场跟看法。台湾、中华民国都不是国家，那国家有几个要点嘛？哈，台湾有土地吗？对啊，台湾土地是在别人身上，中华民国土地在哪里？也没有啊，当然还剩一点点呢。金门跟马祖，哦，金门跟马祖是中华民国的，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我大概要清楚啊哈。所以说台湾不是跟中华民国国家，伊就不享有国家的主权，伊就无法度建交啦。讲较紧的啊，你就知意思啊，伊就无法度建交嘛。哦，这个我昨天好像讲过一下，因为台湾关系法是国内法，所以说变更是美国人用台湾关系法在管台湾，而不是用旧金山合约。旧金山合约就是把我们当作是那个是占领区的人民，这是最正确的啊。可是因为他们要保护在台湾的中国人，所以说又用个台湾关系法啊。因为台湾关系法里面他还是讲台湾治理当局代理中哦。你们可以回去看看台湾关系法是写什么啊。当然我们现在美国慢慢也不讲台湾关系法了，因为我们的要求。好，哦，现在讲国家认定标准。刚刚我稍微提一下，一定要有领土。领土不是说我的就我的，用嘴讲，一定要提出证据。讲这间厝我，一定我有收款，我有土地所有权状，对吧？啊，国家跟国家之间，这块土地是谁的，他们就没有所有权状，我都指示嘛。我变成啥？用承认的方式。日本拥有台湾，日本天皇拥有台湾的话，是在一个九国的华盛顿有个裁军协定，裁军那个减少裁减的裁，裁军协定，裁军协定就限制说，美国啦、日本啦、德国他们的军队要多大，人数要多大啊，然后他们的船舰要几吨，几万吨以下规定，你裁军在那边。然后里面有提到说，日本、美国各国家的范围啊，日本这一部分就有写到说，日本国家范围里面就有台湾，然后九国有签名，有参加裁军协定的国家都有签名，从此那个都有正式的名文称号。那九个国家强国了，强列强的，就是咱讲哦，列强侵略台湾，列强侵略中国，那列强有签字承认说，日本天皇、日本这个国家。有台湾，毋庸置疑。有人口，台湾有人呐，我们都是台湾呐，对吧？咱大地，咱是台湾人啊，那是咱通俗用语啦。台湾上也有美国人呐，台湾上也有中国人呐。这法定的人口，国籍要先确定，家己摕出来身份证拢是中华民国。对吧？摕出来，钱嘛是中华民国的钱，摕出来护照、身份证明啊，哈，嘛是中华民国护照。你是台湾人吗？不是，哎，你说是啊，是啊，你证明啊。国际上不是讲我用感情啊，我要讲台语，外国的传教士带伊证明我台语溜溜球，比你较好讲嘞，我来讲。对吧？你渡过，我传下卡 T 咩哇？你好，哦，讲个足大声嘛，足个乡音了呢。你好，你姓朱完了，哎，他会讲台语呢？他是台湾人吗？不是啊，所以一定要认可大家标准嘛。你身份证明要拿出来是，请我这张啊，大家有看过吗？那个有看过了，那个就是身份证明啊。
我台湾的民身份证，我台湾的民政府的身份证，我拿出来，美国国土安全给我们做的，我迄不是咱家己做的哈，美国人给咱做的，迄张是台湾这新的证明，新的身份证明，我是台湾人，我拿出来，美国来客来信，你不是台湾人哦，我是，哦你是，因为后面有晶片，晶片去国外那个他们海关什么去扫啊。 你叫什么？你住哪里？身高体重？你是黑头发啊？身高多少？都有写呢。你那个晶片里面，我晶片很厉害哎、欸，啊不是用中华民国，啊说，哦，这你上屋了，那个很厉害呢、欸，那个都晶片呢、欸，那是狂伟的，啊中华民国那流亡政府因为有啊，啊表示八块，八块那是个食品啦，是讲。 啊，是讲要一寡产品，我八块安尼，啊，八块刷刷条嘛，这笔钱呢，好像我们是商品呢，差一家嘛，对吧？不一样啊。啊，说我们有中台湾的人民吗？以法律讲，我们是中华民国的人，因为我们拿中华民国身份证明。啊，我们有政府吗？没有啦。美国法官也给我们判定说。 台湾人没有国际承认的政府啊，现在有的政府是中华民国，台湾管理当局的，中华民国台湾管理当局，有没有外交权？没有嘛，因为我们不是政府，所以也没有跟人家谈外交嘛。中华民国有那几个小朋友啦，就是开几年啦，金钱外交的啦。哦，所以说我们你看我们台湾是真的是一个国家吗？都不是啦。 中华民国也不是了，中华民国也不是了，他没有领土啊，对吧？中华民国没有领土，因为台湾不是他的，台湾并不是他的。可能国内得盖各国各国民国政府，跟各中华民国是秉持了什么？他把我们强迫跟变更国籍嘛？啊，他是流亡政府嘛，对吧？流亡政府表示说他是流亡了，这块土地不是他的，对吧？ 如果这块土地上，它就不是流亡政府，因为领土啊，啊有人民嘛，有啊，有政府嘛，有啊，有外交权嘛，有啊，中华民国甲欠这行尔啦，你知影啊？各位甲欠这行尔啦。他如果有台湾的主权的话，他就不是流亡政府。啊，有人甲客气讲啊，中华民国是外来政权，那个阿辉伯啊讲的，伊甲客气啦，因为伊本身就是做伊就食国民党诶饭嘛，吼。 讲啊嘛，爱着甲客气讲，诶，中华民国是外来政权，其实他就是流亡政府啦。啊，再跟你就讲啦，哈，哎呀，流亡政府怎么可以把没有这片土地的人的主权，怎么可以把这土地的人民变更他为国，变为他的国家的国人国民呢、啊？这不合理啊！啊，这点唔是你，你现在有机会讲，啊，这个这厝内底，什么人，什么人是我的人？ 啊！你都无，你都无这个，你唔是这个家庭，你嘛无这个主权，你是哪？讲迄是同一家人，把它变更强迫，这非常的错误。啊！台湾人想一想就会了。哦，赶快申请那个身份证。哦。哦，啊！有人讲，我讲啊，咱拜妈祖啦，拜关公啦，拜神明啦，迄种中国人呢，对吧？ 哎，阿恁中国人哦，啊，那我问你了哈，阿那一部分人讲我信耶稣啦，啊，伊毋是阿恁耶稣什么人，对吧？有的欧美人是信奉回教嘞，他是回教人吗？也不是啊，对吧？ 啊，有人说啊，我用汉字啊，所以一定是中国人吗？新加坡也是用汉字啊，对吧？以前汉城也是用汉字啊，是现在韩国人自己变，是这几年，他为了摆脱中国的汉化哈，伊就家己做文字，韩国人是自己做文字哦，啊，他其实韩国人。 一百多年前，一两百，他也是中文也通哦，包括日本哦，日本现在还有一些汉字，还都还在用哦，但是他们都不是中国人。
哦，这只是一个，讲这个以前是中国人土地大，而且有自强权呐、啊。哦，都会学习。哦，这样以这个方式标准来，可能不一定。不要被这个说哦，咱拜妈祖咱是中国人，不是。哦，啊，咱拜以后也算外国人，对吧？ 啊，中华民国后盖也安怎？我咱我也看报纸，我也无注意，我也看过。哎呦，三军司令部裁撤，三军司令部是谁管的？是总统管的。总统是三军的总司令嘛，哈，指挥那个三军嘛。啊，三军统帅统帅三军的话，一定有个指挥部，然后总统下令，啊，三军指挥部的将领。 啊，叫家己去做啥做啥去作战啊，动员啊啥。啊，如果说把三军，如果三司令部裁撤的话，就是总统没办法指挥那些军队。哎、欸，很奇怪哦，这个代志真大条呢。哎、欸，台湾不知道报不报报纸，什么陆战队也跟合并啊，裁撤啊，一大堆哇。好像最终是10万人，有点像是。 美国的那个，那日本的自卫队的人数啊，十几万呢。那以前是100多万嘛，后来就是刚刚时候那时候83炮战的时候是超100万嘛，那就冲完兵，冲完兵哇，后来是固定是60万大军嘛，60万有维持很长时间，然后到现在就慢慢，哎，慢慢改，现在十几万，然后17万啊。 现在休息，预计什么什么军事方案，还是一个什么又有新的方案起来了，我忘记了。那最后会变12万，最12万。啊，他们中华民国为什么要那个要裁减军力？因为我们民政府啦，我们民政府问美国一些事情、啊，然后跟问美国说，所谓的。 恐怖组织，美国人有定义。美国恐怖组织的定义是怎样？它不是国家，它有武力，它在当地征兵，有三个要素。它有武力，它不是国家，然后在当地征兵。哎，符合中华民国呢？美国国务院讲嘛，中华民国不是国家嘛，对吧？ 又叫咱去做兵哇？有啊，又买武器哦，可能去整足济嘞，虽然我是足旧的，这个比较贵啦，但是还是有武器啊。他是不是恐怖组织？是啊，受美国平安帮的，就慢慢的给他裁减军力啊。当然不可能一下子都改给，一政权会有问题嘛？哎，就慢慢的裁减，马英九打死也不会再征兵嘛，好不好？国防部说啊，这样兵力不够啦，怎样啦？哦，啊，募兵又花钱了，哎。 中华民国干嘛好心？跟咱做兵做五六十年以上啊，啊，用工没免做兵啊，啊，有募兵呢，有那么好吗？募兵的话又花很多钱，国家都预算都有一定嘛。你这个预算是这样的话，你就增加，你会排挤另外项目哦。这是固定的，啊，所以这个国家政策这很重大的转变。哎，可是我们台湾报纸都不讲，很奇怪。啊，讲叫马英九为了征兵啊，他又不敢讲理由。 其实美国叫他不要再征兵了、啊，为什么美国叫他不要征兵？因为我让他 push 嘛。对啦，对啦，不然是你慢慢来减嘛，你不可能每年给你红红白减要收啊，迄政权就倒了。哎哎，阿边哥，哎，我没有在变这边啊，啊，我逃兵，啊，我请假就处理啊嘛。哦，迄种哎哎，对啊，这个都要考虑社会上的安定呢、啊，不用像红足剧烈嘛。 就咱民政嘛是慢慢来嘛，也是要和平转移嘛，哈。啊，就最后他们可能就是回到他们的固有领地啊，金门马祖，佮一个很特殊的平潭岛，因为当初美国人有评断啦，哈，他们中华民国的人民要回到大陆以后，金门干妈做伤势啊。 大不怕贼狼，啊说美国人有跟中国人在商讨这个事情，哎、欸，中国人知道民政府哦，中国人也知道说他们中国人要为了要解决。
他前朝那些余孽啊，哦，伊嘛是啊，讲到最后摕一块土地出来，讲啊海人住伫遐，迄个所在就是平潭，就是我们所谓的平潭实验区。平潭实验区，那些台湾人住在那边，其实不是台湾，是自台的中国人，他们会过去。他那边哦，有蚵仔煎啊，有臭豆腐啊，设备都有，甚至也有监狱哦。哎，对对，那宋楚瑜，哎，这有录影，不能讲这个名字。哎，那个，哎，人家说他是平潭王了，哎，号称平潭王了。但这个录影不用公人名，不能讲，哎，拍谁？哎啊，他们是中国人呐、啊。哎，那个宋朝哈，啊，那平潭王，哎，他也是人才呢。哎，他也人才，对吧？对啊，啊，对啦，还有很多的那个啦。现在金门的地价很贵哦、喔。你哪有去过金门的，你就知道。你要去金门占地玩的话，哦，要修金门的土地一平二三十万，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再涨起来。哦，很贵很贵。啊，我讲一下，那平潭岛是个岛，因为当初哦、喔，中华人民共和国跟美国人在讲的时候哈、喔，给他有，但是有开个条件呐，因为。在台湾的中国人他有受到一些民主的生活啦，虽然说民主是有程度的，是渐进的，有一个也讲到白就是讲，在台湾有选过总统嘛？啊，因为领导人都不是选举的，伊拢是代议事嘛，但是直接选总统嘛，他很多制度吼，向去大陆，伊也人去大陆以后，中国大陆以后没关系，阿家公也敢这样话讲出去。我们在台湾的时候有选总统哎，要是有阿去台独给个乱的心，哎呦，那台中他们中我们中国人在那边都可以自己选总统，为什么中国不行？他们就会乱嘛，人心会浮动，很多的资讯，还是很多的事情。好，像那盖什么小英跟满洲选举嘛，哎，中国人对这个。就这个新闻，然后追踪，哇、哦，很热切啊！我们的小人在流，就选出了在流眼泪哇！哎，中国人知道，那看到有点感动。哎，就有影响他们了啊！这些如果在过去，然后再会再影响他们会，啊，说他们就是一个岛，让他们去啊！他们岛有只有一个跨海大桥，连为福建的那个内中国的内地。他们是用这个方式在管制这些人，所以中国人制裁中国人回去以后，他们是在那个圈圈范围在活动而已啊。平潭岛大概是台北市的 1.3 的 1.4 倍啊的大小。好，来啊，美国人有没有在做我们民政府要求的事情？有啊，他们现在有在哦，海峡号哇，在台中诶。台中港，然后做啊，因为他们要制台，要回去有两应该至少有200万人以上了，200万人捡回零机上，要骂贵啊你嘛，骂那一段时间嘛哈，啊这个船的话，天天开也要一段时间，啊他们就有先做这些，啊他们这个还可以放船哦，马创那个汽车，啊这是那个海峡号台北的底下的。淡水对面那个巴黎也有在开，啊，这是台北的首航。哦，就像海峡就是用这700几个，760，哎，他们的面路的面道，他们生活比较好啦。哦，因为面路面道用这最贵，所以你看现在新的车牌哇，莫名其妙三个英文字，然后车号，但以前告什么台湾省台北市哇。完全通通没有了，很莫名其妙。那是哪一国的车牌？你不看今天新的车牌很奇怪吗？看不出所属，你知道吗？像以前那个、哦、台湾省呢、啊，啊，就费省了、啊，那个本土牌，讲费省了、啊，为什么、啊、台湾省？可是现在很奇怪、啊，现在都印尼要求通通没有了。其实以后就准备要去大陆用了，那中国大陆亏啊，你知道吗？他的车牌是什么都不能写了。
一共运量将18万人次啊，所以那坐船啊，甲坐飞机啊，慢慢的慢，他也至少有两三年的那个思考期，然后他们就回去了，啊，他们也可能卖掉他们的财产了。嘿，好，哦，台独代表冠军，那好像是一个傅国清讲的啦。傅国清还对，没错，佐利克啊，因为傅国清哦，哈，因为国务院，美国的行政单位就是国务院最大，啊，因为国务院讲诶，傅头头，傅国清他讲的，台独都代表战争，啊，可是哦，这句话到台湾以后哈，台湾就解读说，因为哈，我们要独立了哈，所以中国会打我们，啊，中国打我们哦，美国就要出兵，啊，美国出兵哦，这军队都要来过来帮助我们。哦，所以说我们不可以独立啦，怎样？哦，那么特别解读，哇、哦，就跳两三杆，两三阶了。因为我们要独立，所以中国会打我们，中国人、美国人要出兵，啊，出兵就是代表战争。哎，你若无讲，咱独立美国就要甲咱拍嘞，对吧？你别讲，因为我巴肚会晓讲，啊，你巴肚要去买便当，替他讲话，啊，美国人是明明是说。会发动战争是美国人是打我们不是那你怎么说是中国人要打我们又不是中国说要打我们是美国人说要独立就要打我们所以台湾人有时候会过度解读台湾人他看我们在喜欢的我们形式爱情好所以国务卿一级主管他说这个是这样说战争是机会罕见的，因为先阿扁也要独立公投，阿要自信的先自信嘛哈。不怪美国伊是咩 troublemaker 嘛哈。我等一下对吧那样。我让我清楚的说，台独就是战争啊，台湾独立就是战争啊。台湾独立，台湾还是他的占领区啊，是他的权利啊。如果让放台湾这块土地走，也要跟他谈条件呢、啊。他战争发生的财产损耗啦，人员伤亡啊，都要赔呢，对吧？就那就讲你去安怎啊？你讲签个合约，你要履行啊，然后追上我的损失啊，别他哪那么容易让你走？就我讲讲迄个 Okinawa 那32,000块美金嘛，赔，啊，就等于日本了嘛。按台湾那边等日本，可能也要费一番手脚。要跟美国人讲了、啊、但是美国也还好，他是自由民主国家了、欸，希望他有这个勇气、欸。可能像我们台湾人哦，还给中华民国管得很糟糕。哦、他出动陆军、海军、空军、海军陆战队。过一阵子海军、空军都会来了，你知道吗？公安占领区。我跟人开杠了，前阵子前两三天在开杠，我讲这是美国占领区，要改就是用钱，啊，各位来上课哦，他也蛮优秀的，我希望他有机会来上课，像你这样来上课嘛哈。过了占领区的文啊，但让美军占领区我都看不到美军，还有什么？他说啊，我跟你讲啊，讲一半天说啊，因为占领区的人占领区不一定真的有军队在让你看得到。他只要在有效时间内给你封锁，啊，跟国际上宣告，哦，按、啊、那国际上点点嘛，哈，啊就你就实质在控制这个，控制占领这个地区哦。这个真的是占领区。啊，有人说，啊，那无人机飞来两架 F-18 飞机飞下来嘛，哈，飞到台湾嘛。啊，有的台湾说，啊，它是紧急降落啊，哦，无人机派去啊。都知道他們說的嘛，無人機派去，但是有沒有想到說，他是戰機呢，他有炸彈呢，他有飛彈呢，他有那些武器呢，啊，有人哦，就解釋很多嘛，啊，以我的解釋，我跟他講是怎麼講，知道嗎？如果這個飛機因為什麼什麼緊急狀況會壞掉，就給你降落在台灣，那中國人要攻台灣很簡單嘛。大飞机要紧急降落，说给派去啊，不回去啊，停下来，
啊，他都装满所有武器，好了，就装满一个核子弹好了啦，停在空军基地，就给你引爆。啊，你空军不是瘫痪了，信息也变了嘞。他同时在北部哦，新竹空军基地，在南部的哦，还是在东部的加山基地，然后给你停两个，他飞下来，然后里面有核子弹头，把你引爆了，你的军力、空军真军都没有了吧。所以一定不能让别的国家轻易的停在我们的领土着陆，这是国际战争法规定的。就算你要的话，你要引渡，你个人去给你抓，抓到别的所在，哇，到一个护航的，我来给你抓，啊，看清你的来意，然后把你带离。不是说像台南的就自己飞了，结果那个台南机场那个别的飞机还在起降，还在正常起降，结果他就直接下来，有没有？其实代表说他是不听从塔台指挥直接下来的，哦，这个是重点了，不听我们的指挥直接飞下来，而且装满了武器，台湾嘛无讲安怎样嘞，啊，其实就是伊个所在啦，啊，国际上他有讲希望中国能看懂这是什么意思，有没有？报纸有写这句话嘛？美国的国务院也发表说，国防部啊。反正美国那边就说，希望中国人看懂他的意思，这个意思。然后中国回应是说，希望美国人克中克一中政策的各三个公报，哇，白旗公报、建交公报、阿盖尔生命公报，我想没给你。哦，他们就是在对应呢。阿大人听无，阿你今仔听有啊？你们现在听懂了？哦，他们说这是我的地方，我怎么停，我怎么飞，飞机怎么下来，军队有一天部署全部都飞下来了，就在跟他预告这个事情了，说民政时间快到了，要改朝换代了。啊，想要讲美国人讲，咱不用公投，美国人是民主的龙头嘛，哈，民主阵营的头，算一大粒头的，啊，奇怪，各种台湾不可以公投。因为台湾有两种人，有中国人跟台湾人，对吧？啊，谁要听谁的？这个议题出来投票的时候，就发觉到说，到底怎么分说？如果台湾可以独立，是你台湾人要独立，还是中国的住在台湾的中国人要独立？湖北人湖北迁啦，而且台湾人哈，他敢开设计啊，以两次的总统大选来讲。他们两个票也非常的接近，对吧？那个小英跟马英九差几万票嘛，哈，啊，陈水扁跟那个谁连战友也是差很少很少，0.28来了，我自己都会记得，爱台湾啊，知你爱台湾，自己都记0.28嘛，哈，如果是以国家以这个地方的人民的共同的话，那就很可怜，很可能就会。输掉呢？你知道啊？真的是会独立哦。啊，但美国人不要了，我们独立，为什么？这是他的权利，而且这块土地他是占领不转移主权。这个土地的主权是谁的？日本天皇嘛，哈，正确哈，不能讲日本啦，哈，日本天皇才是100分。啊，如果说这个土地不是他的，啊，对日本啊，你怎啊？如果说让我们公投去独立的，要求啊，天皇讲啊，我土地你给我加拍无，也你爱赔我啊！美国总统啊，找个土地赔，哇，还回不了啊！你当然嘛袂晓你独立，甲想嘛空，甲空的人嘛想，不可能让你独立嘛！啊，只是台湾人不知道啊！啊，讲的就很清楚嘛，你们都会知道啊！原来有两种人，而且他会失掉这块土地啊！美国会失掉这块土地，台湾的地理环境很重要。号称是不沉的航空母舰，对吧？啊，它第一岛链就会突破。你们知道吗？我讲台湾海峡很重要，台湾跟台湾海峡重要。如果台湾被中国吞并了，那表示什么？台湾海峡就是他们的内海，就不可以走一条路嘛，哈。啊，问题又来了，像日本呐，日本的石油哈，他们油轮。国家的油轮都会经过台湾海峡，为什么？因为巴士海峡像菲律宾他们很多岛，
菲律宾海盗很有名，他们的那个鱼，那个不是抓渔船，他们是抓货柜船、鱼油轮，他们在国际社会哦，一弄为黑市哦，也有人都把你绑走，油都卖掉哎，你知道吗？啊，所以说，那他航线他都日本那边的货运航运哦，都是会走台湾海峡的中线，的中线是最安全的。美国地勤舰队也是保护，有来巡逻台湾海峡，但是他没有巡逻那个菲律宾那些。菲律宾有很多海盗哦，有点像你什么什么什么索马利亚那个海盗一样哦，很有名哦。自古以来，菲律宾的海盗也是很有名。啊，所以说这个，如果说你不拿被是都有什么走过去的，他的国家的生计那个石油线可能有可能会中断，所以他们绝对不会让台湾失去这个航线，他都要。嘿啦，台湾是宝岛，嘿。好，我觉得我刚刚讲的2008年跟2000年刘洪正我大选为例，我银酸安怎算都差一点点嘛咧，啊，真的会，如果真的空头会真的会独立去哦。啊，来，这就是恁来遮的原因啦，恁就是爱民政府要信任4000名的人员。就当初他们阿索安来的时阵哈，比个人家要求1000个，爱来关台嘛，接收那些政府机关嘛哈。啊，因为现在我们2300位啊，他4000人，啊，以后你们就是接收人员，如啊你们再去高级班，然后点照完，你就是接收人员，而且要核发40万张身份证。好，现在40万张比较少讲了。因为41万张，那讲美国军上来了，我同意啊，台湾人就进来算千啊，那个数量就会很多啊。现在我们是3万多张，还不满4万，啊，最近几年的嘛，最近这一两个月哦，但是一直看不住啊，我台湾人慢慢的有在切，啊，有在看那个电子报，现在有笑脸看电子报来嘛，哦，啊，那个现在就越来越旺旺的对啦，越来越热啦。我们讲第三，占领台湾的法律依据及迹象。当初哦，叫那个石头来哦，就是麦克瑟第1号命令，啊，他日本导航嘛，一共85，1945年说投降，啊，投降后9月2号就开始麦克瑟第1号命令，就叫他来代为占领。啊，想不到哈，一占领以后哈，要离开占领又没办法，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蒋介石要回去也会被杀，他们就变成难民了。好，啊，他代为占领的时候哈，他不只占领台湾，他也有占领越南。啊，是美国人叫他来占领的，所以说占有主要的占那个什么，主要的那个征服者就是美国，他就使用分配占领，他也叫那个苏联人哈，第一号命令里面也有苏联人叫俄国人来占领北韩，啊，南韩北纬几度以后是以下是美军占的，只有北纬38度以上是苏联人占的，北纬38度以下是美国人占的。啊，美国人占北38度以下，然后占领日本的9州4国、北海道，跟那个 Okinawa 那些，啊，台湾就请蒋介石的代为占领，那讲的也是台湾人不信的。哦，旧金山就是决定台湾的生死的一个合约了。哦，日本政府放弃台湾的管辖权，就在旧金山合约里面写出来的。啊，他自己咱台湾人啦吼，拢讲哦，他放弃台湾的权利，哦，放弃台湾，啊，
但是其实哈，我们都是讲其中的一条文，其实就是你就是在合议里面还有别的条文是攸关我们台湾的生死也很重要。第二三条也是攸关我们的生死，它主要的占领全国，所以它会分别占领嘛？还有什么？它对台湾有一些的管辖权跟处置权。他对日本人民的占领区的日本人民有财产的处分权跟处置权。我讲我讲，那是细完我一科，就是他以主要占领全国的身份，然后处理台湾占领区人民的财产，这合法哎，合约上有写，不是合约上只有写说哦，你不能放弃台湾哦，甲朋友完了安尼俩，我们足欢喜的，咱不安了。因为台湾没有写说给谁嘛，给谁嘛，没有说给谁，吐给谁嘛，好、哦，所以说有一挂人士的功，台湾没有说给谁，那就台湾就台湾人的啊，其实是错误的。台湾是有地主是天皇的，但是天皇并没有在旧金山合约上写说他要放弃台湾，他只是讲政府放弃台湾。因为我昨天有讲说，一个国家一个天皇帝制国家可以有好几个政府，像英国的大英帝国，他可以派很多的总督到各地去管辖那个殖民地，像澳洲啦、加拿大啦、美国啦，哦，很多那些国家其实都是一度都是英国的殖民地啊，他都派一个总督。然后去管辖那边的人，啊，那个总督在组织一个政府。所以讲政府哦，还是比较是讲政府的话是其实不代表国家的元首，那个地制的国家那个元首挤不上去了。我这个是旧金山合约，旧金山合约哈。你记得是有五个同盟国协议，五十一个国家是很多，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那个时间点的当下，全球好像是五十出头的国家了，就几个国家没有签订而已，没有参与，好像是德国了，那好像都没有参与。哎，有德国有，忘记了。哦，中国没有，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同没有参加，因为那时候。有些交战，然后他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中华民国又死亡了啊。苏联好像也没有签，苏联因为占了北方四岛，他不承认，他不要签啊。以全国那 全球那时候只有五十几个国家，澳门一百九十几的，现在是一百九十多了，是主要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UN 嘛 United Nations 联合国嘛，用民主自觉我一定的方式让他那些殖民地慢慢的独立起来，慢慢独立慢慢独立，说演变为190这个国家。好，那当那个时间当下啊，就这样，是其实讲就是全地球的有国家的都有签了。好，主要是美国主导分配啊。那时候断交1979我们讲中美断交嘛，其实断交的时候是1月1号开始嘛，啊，台湾关系法是又追溯回来，它是美国国内法，依旧是这样的权益定义，依旧是这样的主要占领全国，在定义这个东西，哦，啊，所以说我们就觉得很奇怪，有台湾关系法，美国的台湾关系法，没有听过任何国家说日本跟我们有什么什么日本台湾关系法。其实主要是因为他是真正的在幕后的在控制我们的人了，美国的台湾关系法。好，不过那奇怪，那这个法律又没有经过我们同意，然后他就定好了，就用他来管我们，对吧？啊，因为哈，中华民国哈，毕竟是美国的盟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啊，结果他跟中共
中国的共产党哦，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了，哦，所以说他就要承认他的时候，就会跟中华民国断交。啊，一断交，我迄时阵吼，家己都遐好个人哦，就阳明山的话拢卖厝卖地，我见黄金怎样？哦，社会很动荡，然后要紧走啊，要酸啊，我也都赶快移民了。啊，说那时候的好像是蒋经国，那时候蒋经国就跟透过一些外交关系，就跟美国的雷根总统讲，你好、哦、要对台湾哦要有个动作啦，啊，我台湾的很难管理，哦，因为这些事件的转变，好、哦，啊，所以说哈、哦。他在中共签八一七公报的时候，就发表对台六项保证。哦，他可以对我们军售，哦，六项。第二项，哦，他军售不会跟中华人民共和国资商，因为未使武器哦，未介介于敌方中华人民共和国去参详啦。第三，哦，不会在他的压力下停止军售。哦，美国不会修改台湾关系法，哦，不会占中介，让他们压迫，要他们谈判。美国不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主权的，当然，美国当然也知道啊，中国人没有台湾的主权嘛，他知道。其实。很多事情哈、哦，并不是公单想象是这样子的。像他中那个美国人都会玩文字游戏，八一七公报、建交公报，还有一个什么，我都最近读个不好，我下一个好了。哦，还有一个。对了，美国对台湾有保证有承诺哈、哦，咱家己拢会记台湾关系法啦哈、哦。啊，像以前呢，刚开始的时候，中美共同防疫协定哇，老一辈有听过嘛？中美什么共同防疫协定哇，其实拢甲咱签的，甲咱保护的啦。啊，然后变成说台湾关系法，啊，因为跟我们断交又赶快中美防疫协定就失效了嘛。已经断交，就不成这个台湾里面台面上面的中华民国政府，然后都又升一个台湾关系法。那个日本有没有？有，日本就是安保条，哎，美日安保条约。哦，美日安保，因为他要美日安保条约讲，然后他的军队才会留在那个有资格留在那个日本的领土上面。像说，日本的加索纳跟那个普天间基地是在琉球，应该租借。一般来讲，我的地方怎么可以别一个国家军队在那边驻扎？一定要写合约嘛。哦，他们就是用这个方式。啊，我们台湾也有啊，以后的内湖的金湖山一百，金湖山一百哈，就是新的 ART 那个、啊。那个是有租约的，是99年加99年租约，租给美国。哦，以后如果他们上岸，美国人上岸以后，他又要跟我们租清泉岗空军基地，要跟我们租左营的海军军港，啊，包含加山基地、花莲那花东那边的加山基地、空军基地，他都跟我们租。像我们飞弹危机的时候，美国人也有承诺我们台湾安全。派了两艘航空母舰群来保护台湾，对吧？那时候是李登辉被选总统，然后就他们在试射飞弹，要跑射到台湾的外海呢，基隆外海跟高雄外海。这个是战争行为，你知道吗？这是战争行为。如果他弹头是不是后来我们知道现在是空包弹嘛，哈？但如果说他放的是核子弹头或者是毒气什么的，那就是战争行为。美国。万一中共有蠢动，他就先来做猛行定底下哇，啊，中共就会比较乖一点，就真的打空包弹嘛。啊，他有承诺台湾吗？有承诺台湾的安全。别的国家他不会这样哦。
哎，国别的国家不会这样。哦，美国核电之一，不只是核电呐、啊，那几哈，阿扁啊，当选总统的时阵哈、啊，啊，叫佫要去打迄、那个一直弹弹，按因连战因迄边阵营人队他妈开战格斗打到底，总统头前他妈乱嘛，啊，那个乱乱作一作一工呀，啊来是安那，到最后慢慢的销声匿迹，就是那个美国的核电来了。美国核电当初来的时候，就是因为咱台湾人迄个阿扁也看唔知遐美国嘛，伊唔知讲是占领区人民的土地吼，要得到他的许可，要有个核电。啊，其实那时候当下就是我记得很清楚嘛，他中选要去打迄个当选证书嘛，哦，不做啊，那个新闻电视播导，哦，那把玻璃都打破，有没有？很激烈，有没有？我记得好像是李焕的儿子李什么，我忘记。后来把他撕下来。哎、欸，李焕的儿子李什么？啊，李庆华，嘿嘿嘿。哦，李庆华就更加厉害了哇！啊，刚才上面龙我刚给乱成一团，就是不要让他贴。啊，可是哈、哦，他一贴呢、啊，瞬间人家照相把他照起来，用快速的把他照起来以后，哦啊，最后还是把他撕下来了，因为他们都不让他贴嘛。可是他一贴出光，我的核电就跑来了。美国核电来就是表示说，美国人承认这次的选举，让他当台湾管理当局的局长，按着中华民国一顶梁，就慢慢的已经气势就知道尽了，然后慢慢的消失，然后就叫小马哥去改官煞嘛哈，就结束了。哎、欸，不只是这样呢，你们知道吗？当选总统以后。还没就职之前，每一任的人哈，都要跑去美国，你们知道吗？不知道啊。他当选总统未就任之前，他会去一趟美国。哦，你不知道啊？你们看新闻就会知道，看那个时间点。好、哦、啊，他就是蒋介石一脉相传。哦，这个头发讲的，伊跟咱到霸占，然后就是咱看咱这边的绿营的人就在等核电啊，等不到，啊，就是透过夏新，我跟夏新较好啊，叫伊解问啊，啊，刚才才讲啊，贴出来，美国才会承认，因为他的核电就在美国总统桌上，就等着发而已啊，只是我们不知道，嘿。我刚刚讲说美国占领台湾哈，啊，不就讲一些哦，说因为可以有效占，就是实质上的封锁就可以就算是占领了嘛，哈啊那个如果以基地对比的话，像美那个菲律宾以前是美国的殖民地，你们知道吗？美西战争就是美国跟西班牙打仗，西班牙打输了，然后就把他的殖民地就是关岛。菲律宾、古巴，哦，就给了美国，就给了美国。啊，美国用了这些殖民地以后，后来慢慢那像让古巴啦、菲律宾独立，但是独立的时候，他们都要求一个事情，就是他要军事基地，改州。古巴是甘塔纳莫湾，菲律宾好像是那个苏比克湾跟克拉克空军基地，啊，台湾就是左文军港跟那个清泉岗。清泉岗很大哦，我讲回来一下好了。清泉岗哦，当初哦，在越战的时候，那个有一队有 B-52 轰炸机哦，去轰炸越南北越。哦，那 V 时候重型的轰炸机一来哈、哦，要求我北越的马上盖停盖盖被议和啊，因为中。一直轰，那个弹量很大很足，因为那个飞机很大，载弹量很多，然后一轰哦，他们是那个有点像地鼠哦，因为北越都是挖地道哎，那一轰的拢吸进来对帮了嘛，所以对他们影响很大。后来北越就有跟他说要议和，啊，他们的那个 B-52重型轰炸机哦，从那里起飞。从美国本岛以后，就他就停在台湾的清泉岗
空军基地。以清泉岗的空军基地的吞吐量啊，那跑道长度啊，适合重型的轰炸机，跑道够长啊，跑道够长。啊，我们也有那个维修厂哇，像好像啊，不要讲太多好了，好，所以说呢，我们台湾是很重要的地方啊，都可以当中继站啊，武器的飞机中继站，好，哦，普天间基地啊，现在就加手那空军基地啊，普天基地就是有跟人家签约的嘛，日本首相有跟他签约的，现在闹得很凶，就是那个琉球的市长要求普天基地移开嘛，他刚好是在那个靠近市中心的位置，啊，现在好像是用海普新生地方是要把普天基地移到那一边，啊，普天基地现有的军队的人的官兵哦。据说是以后就要去哪里不知道了，其实据说以后就是要来台湾了，欸，一部分的了，哦，关大那么湾，哦，古巴的，这些都是他以前的军事占领过，还是殖民地，这军事占领过然后变殖民地，这个也是全部都是，还有台湾，我们台湾不知道而已，清泉空军基地。清泉岗如果有当兵在清泉岗，知道里面很大哦，哈，足大诶，好，都是军事占地。当初哈，最近的战争是那个美国、英国跟伊拉克打仗嘛，哈，重新呢。美国打伊拉克打他两个月就打下来了嘛，哈，啊，就是那个将领鲍威尔主导的嘛，哈，一类将领，哦，他有功勋，后来刚刚讲了做鲍威尔将军，做了国运的，哈，做了国运的那个嘛，哈，他们占领伊拉克以后，哈，美军占领伊拉克以后，他们就会成立一个军政府，因为哈在战争期间哈，战争就是。美国跟伊拉克党，他并不是要去发动战争残杀伊拉克的人民，不可以，也不行。他们是只要打伊拉克的武力，还有他的政法推翻，他不可以杀平民百姓。哦，这国际法、战争法规定。可是问题来了，一发生战争以后，占领伊拉克，可是伊拉克的士兵，有的逃兵啊，有的拿手榴弹，有的拿机枪、步枪就逃兵嘛，哈。他有武力，登来伊拉克以后，他肚子饿啊，他可能就抢劫，哦，去掠夺啊，看女孩子就把他怎么样了嘛，哈，哎，那就变成说，造成地方上不安，哎，就要成立一个刚刚我讲的军政府，维持地方上的治安，甚至老美哈，以前占领日本的时候，他拿大兵呢，巧克力都还有食物还要发给日本人民哦。你们可能不知道哈，美国有占领日本七年，足足七年。麦克阿瑟甚至说，把美国的那个国会要求说，要他们那边人民会饿死，我请美国本土的人运粮食来给日本的人民吃，支援供应的，有这样的事情哦。美国确实是民主自由国家。啊，以伊拉克来讲的话，他维持地方上的人民的安全，哦，啊，他的治安 OK， 那来了，哎，我跟这个立场可能买一台车有买卖啦、生意啦，还是讲我要娶这个美女做我老婆，有一些民事的事情，哎，美国人不会讲伊拉克话呢，对吧？这些事情怎么办？他就需要哎，这样的话需要一个本地人，本地人要讲伊拉克话，成立一个民政府。这些民事的事情，我让这个国家还是继续运作嘛，对吧？说他成立一个军政府，维持伊拉克国家的治安，哦，也秩序；成立一个民政府，哦，办理人民一些民事的事情，哦，关于买卖啦，还是什么契约啦，还是说结婚啦，还是土地转移啊，哦，做这些事情。
啊，久做到最后久了，久了，久而久之，然后这国家安定了，哦，啊，他就把这个民政府拿来当把扶持起来，壮大以后当做伊拉克的政府。那些人都是亲美派了，你知道意思吗？现在的伊拉克政府就是以前伊拉克的民政府，艾米盖尔政府就是美国人选的派的，所以他就是亲美派的。我们就是亲美派，啊，你听有意思吧？以后我们民政府就是听军政府的话，军政府是听国防部的话，国防部就听谁的话？美国总统的话，哦，不是听国务院的话哈，哦，我们是听美国总统的话，这层层管制。啊，我们是亲美派的，安在啊？有人因为我亲美派啊，其实事实是这样的，我们要么占领区，我们有临时效忠的原则。啊，不要讲那么深好了。好了，拍手啊！因为你们初级班讲的，妈呀，公如公如贼。哦，他那时候是2003年攻击伊拉克。哦啊，他说我导航，啊，我来去占领，啊，这就有这个善意占领。哦，他有分到善意占领区，哎，善意占领局，哎，旗呀，有来去过那些。天王宫八二十五导航嘛，哈，导航自己都武器腾落来啊，袂用反抗啊。啊，9月2号，1945年9月2号，啊，他就宣布第一号命令来占领台湾嘛。啊，一占领开始啊，不是光复哦，哦，那时候不是光复，他们骗我们啊，中华民国骗我们很快，哦，啊，来攻我们是同中，我们都是中国人嘛，可是我们都中国人一直杀我们，在我们的那个我们的那里逃狼哦，他们很快。哦，然后九月号来占领哦，就是真的就占善意的占领期。战争很多事情都有发生，他来破坏我们的土地，哦，还是我们的建筑物，他要有一个重建基金。就好像伊拉克不是那个美国的商人哇，那个建筑商哦，中华裔那时候要把伊拉克盖回去，房子盖回去，你们知道新闻吗？乌马哈，就很多美国商人跑去伊拉克盖房子。我行李躺着发战争财，战争也是一种生意，我不骗你。啊，这进入善意战起就有一些事情，就像那时候有美元哇 ，B 完哇，那莫名其妙，美国人那好个提古灵魂啊，提米粉袋啊，米粉面，其实是美国有照战争法的规定，哦，有美元就是有重建基金，啊，可后来就一两年就断了，因为化解掉中华民国好像是在那个哦，然后美国的 UN 就承那联合国承认哦，临时就军政府了。其实这美日联军临时管理当局就是军政府了，成立军政府，哇！然后占领6年，英国将其撤军。2011年撤军，啊，只剩200做伊拉克军事顾问。他占领伊拉克有没有占就吞并他？没有。这就是军事占领不移转主权。刚刚好像秘书长讲嘛，美国很强嘛，随便就把伊拉克打下来了。那改天他再打越南啊，打韩国，打别的国家，听的就是他的话，要是要转世给出美国一个国家变强权，对吧？更深的意义是说，如果真的占领可以转移主权的话，今天美国不要强，明天过了100年200年会换苏联变强了，要是要我要去打人家嘛，我越打我占领土地有他土地有资源嘛。我石油啦，天然气啦，还是矿场、森林，我需要什么，我就一直占嘛。我要做一个帝国嘛，感觉人类都是贪婪的嘛，就永远打不完呐。这个国家强就打，这个国家强就打，就吞并就吞并，那人类永远打不完的仗。所以占领不转移主权是这样子，是这样来的。这后来就是感觉国际共同的认知啊。还有流亡政
哦，即恁初级班有两项上重要诶，就是占领不转移主权，甲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如果流亡政府可以就地合法的话，那个本来是会死亡国家吼，他会在，然后主权的认可也错乱去，所以流亡政府要回到他固有的领土，才能变成才能活起来。好，这两句话很重要，很重要。所以讲，咱中华民国讲啊，我流亡政府变安怎？不行，流亡政府不能就地合法。我中华民国用了台湾，占领土地没办法转回主权，啊，中华民国就无法度啊。嘿，啊，这嘛是真正是铁的事实啦。哦，吐蕃也是，吐蕃就是那个西藏流亡政府，他在德兰沙拉，在印度。听说那个印度那个地哈，印底下爱招呢。德兰山那块地是那个美国跟印度政府租，然后让那个吐蕃，就是那个达赖喇嘛在那边住，以政府地在那个当地。但吐蕃要回去有困难的啦，已经被中国的种族灭绝实行过了。其实这也是很无奈啦，因为哈，西藏哦，现在西藏的人口一半以上不是西藏人，他那个西藏有铁路上新的快速道路啊，快速铁路把西藏一半人，然后到内地，到因为别的省份，然后又把中国人，中国政府把一半的人，因人侪嘛，中国人足侪啦，然后来西藏，啊，过五年、十年、二十年，因会通婚嘛。慢慢就分不清谁是谁的，中国人是谁的，谁是谁，然后就是融合了，融合以后天了，即使种族灭绝了，种族就分不出来了，你知道？所以说当初中华民国来台湾，盖200万人哈，化作很多问题了，这是也是美国不对了，好，不要讲美国不对好了啊，好，吐蕃为例的话，吐蕃没办法回去了。因为他流亡政府哦，要合法就要回到他固有领地，他永远没办法回去，没办法回去，他就其实最后的结果就是后盖也自然消失了。像那个达赖喇嘛好像有在讲说他第几世就他在这一世就不要传世嘛，哦，他要死之前会，因为习惯是要那个达赖喇嘛要死之前会传先说。那我来世又转生在哪里嘛？哇，啊！可是达赖喇嘛这呢，他竟然说他不想传，因为他知道说他永远就这是因的悲哀。好，以法国为例了，法国在第二次大战的时候被德国人征服了。啊，征服以后哈，伊就一个流亡政府跑到英吉利海峡那一边，英国。其实英国那时候，英国人他就一个城市，就伦敦给他，哦，搬去伦敦，哦，就像我们说 Chinese Taipei 一样，哦，在那边，哦，在政府组织在架构底下，在运转，在流亡状态中运转，啊，后来就是英国啦，美国加入战争，慢慢的又恢复于领地，然后那一个流亡政府回到了法国巴黎，然后继续运转又恢复了。所以说流亡政府一定要回到他固有的领地。这个例子，法国这个例子，他真的有回去，然后可以国际承认，国际上承认这个政权。好，再来。以最近的迹象来看呢，中华民国要离开了呢，已经没有兵了嘛，对吧？而且三军司令部都裁撤嘛，对吧？哈，啊，有台湾有个民政府了嘛，对吧？他可能真的要回去了呢。他的国徽、他的武器、他的飞机的那个那卡林椅嘛，也涂掉了嘛。啊，他们是讲说是低迷彩的嘛。对吧？他们第一名踩了，可是以国际战争法来讲的话，
一定要知道对方是谁才能开战嘛。飞机啊，你要看到，哎，那个美国人的国旗，还是中国的那个红旗哇，要看得很清楚，你才知道对方是谁，然后才能开战，免得误伤嘛。哦，所以为什么要弄那个旗帜出来，用那个标志出来，一定是有要人家让判别嘛。可是中华民国也很厉害，我这是第一四度第一彩度，我听了人家讲的，啊，可一般人民不会想那么多。哦哟，他不是除掉是第一四度，其实他们是正在除掉他们国徽啊。美国人叫他们这样做，他们不能有军队嘛，不能有武器，慢慢的，他们一直在改，只是台湾人不知道。像他们很多的政务组织都裁撤掉啊，裁撤掉啊，你可以打那个。废除条例一打，哦，中华民族了很多很多，你看了会吓一跳、啊。他们那些都有公布，但是还没实行。哪时候要实行？他们离开那一天就会在那边公布实行，然后就在金门马祖，因为他在那边也不可能有军队，所以他不要国防部那些都要去除。中共的领导者也不允许他在平安岛用武力。所以他们都有制定法律先行啊，拢做好好的等伊啊，一过去时就马上会宣布执行。哦，对，这个是我们的法源，我们那个身份证法源是什么？我们这张啊，我前任秘书长嘛哈，基础的本土台湾人，你也本土台湾，你也清身份证哦，你也。你本土台湾人，你也是写写 PTW， 你也跟讲哦 ，PTW 就准公民，准台湾人哦。迄个外省的哇，啊是我汉籍生的囝第二代，迄个 PTW。啊，如果你是本土台湾人的话，给你写错，你赶快讲，对你权利很有影响，哈、哦。啊，他那个我们发行这个哈、哦，那你背面的像发行是因为万国公法、国际法、旧金山合约、台湾关系法。美三个公报、一中政策、美国宪法，跟美国军事战争下发布的公民政管辖的参议院，我们有很，我们一开始有组那个议会组织国会组织参议院，就是台湾公民权利法案，这是那的法源，哦，这个很重要。台湾公民权利法，就哎，你没有发呀？红色那本就是里面就有一个台湾公民权利法案，就是我们以后我们台湾没有宪法，主权独立国家才会有宪法，才会有护照。啊，我们不是主权独立国家，好，美国人讲得很清楚了，我们不是主权独立国家，所以我们不会有护照，也不会有宪法。啊，我们最高阶就是台湾公民权利法案。啊，台湾的规定怎么申请身份证？啊，身份证里面怎么判定你的级别？啊，身份证要什么东西？要有什么证件？有户籍成本什么？都在这边有写。啊你要怎么皈依？要六年什么？一些权利义务都在公民权利法有写。啊，如果以后我们回归天王那个联邦制以后，我们那个民治性就回到我们身上了。啊，现阶段是公民权利法案。是最高阶，啊、哦，对啊嘞，好、哦、啊，还是那句话，哦，请记得要请身份证哦，哈、哦，就这样子，哦，这是美国军事政府 TCG 按着编号1000规合，好、哦，这照顺序排的，好，就这样子啊，今天有啥问题无？好、哦、啊，无问题那就10点了，哦，今天就讲到这里，哎、欸，谢谢大家。